阿 Sir， 我知道美沙龙中心有人卖白粉，好多社区中心系烂仔斗。咁我话个环头你睇噶嘛？冇倾下偈，呢啲系社会嘅问题，呢系你做老师问题啊！有咩问题留翻九七散兵子讲。吓，放我俾我嚟，放火啊！吓吓，扑你个街，再都冇面俾啊！你够胆打我啦？你唔好以为着住套校服就系社会栋梁啊！同我除咗件校服佢，听唔听到啊？除咗件校服佢啊！你翻去学校唔系读书，你翻嚟做乜嘢？点解浪费我时间，浪费你嘅钱？学校单嘢我有个先香咗，条数点计先？仆街啊！而家僆仔一麻娇烦，收埋啲学生钱都搵唔到，揸到又冇力，成日挂住沟女打交。唔好打，自己人吓自己人，烧死人啊！呢世界坏人太多，好人太少。无谓问我今天袋里仲有几多钱，无谓问我有乜本领，有乜嘢期望，无谓问我家乡边处仲有乜可怜，实会有朝通街都会记得我名字。同志，你系谁家？抌低套衫佢。除咗套校服咪成只鸡一样，食屎去！千祈唔好群埋啲黑社会啊，佢哋冇个好人。阿爸，咁你又入黑社会？阿爸，去啊！叫你快啲走啊！你唔好走啊！你唔好粗俗得唔得啊？你啲犯人做咩噶？点解唔拉佢？点解唔拉佢啊？你哋都系死晒啊！我都话呢个世界系有强权冇公理噶，救命啊！喂，救命啊！以前你话邪不能胜正，而家都唔知啱定唔啱。玩啊！